他那个灵化脑虫的那个罩。就是他那个叫什么，就那个绿球吗？灵化脑虫那个绿球，它不是正经的匀速运动。离人物越近，它速度越快。耍怪了，我操！耍这么多怪。别客气，别客气。先走。敌人需要呼救，拦下他！空气中弥漫着非自然能量，至于性质是灵能还是异形，就不确定。小人被包冲完毕。别客气，打不了，又喷了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在哪刷的？他在哪刷的？一锅铁锤累了，好吧，吃啥个鸡巴，能保住命就不错了。操，打不了，全喷，全喷，没法打。战斗就是不到，我不到，赶紧结束你，赶紧开门。哎，里边耍怪了。你他妈为什么叫增援还能打枪？哥们儿，你叫增援凭什么也能打枪？哎，都你妈离谱了！点他，对，点他，你不点他我就去世了，操你哥的，你真他妈是个好人。真他妈是个好人。
你真他妈是个好人。哎，不自量，不自量力。谢谢你们，直接 sweet。一行渣子我就不过去了，靠你们了，我搞不定。区区致命伤，哼，主打一个区区致命伤。你看，直接掉一格半。真他妈扛不住，我操！哎，直接没，我刚才还满甲，我操！我刚才满甲，就因为防反 bug， 我直接变成零甲。他觉得这种事儿非常的幽默，你知道吗？就必须得防，不防不行。哎，我操！那热熔炸弹从哪炸的？我操，炸到我！上一个，结果热熔还没打死他，这他妈是最牛逼的。这么离谱，真尼玛离谱，离了大谱。准备好飞上空中了。最可惜的是，他两三怪一直都在一起打你，然后你又把那个血。
换换八，看不到。这要是大怪，我已经死了。稍微大一点我就死了，精英，两刀了，直接血见底。哎操，牛逼！牛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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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吧。啊操，打不了，灵化鸟虫。走不了，这不可能走的。走进去之后，连那个什么都开不开。连开关都开不了，就躺下了。这必须得打完。走吧，这打不了了，直接走。打不了吗？在这儿你可能还能点点，点两枪。好吧，出来打。想过就得出来打，没有办法。他聚了，还聚着了是吧？没打掉，没辙了。在哪儿了？我操！往回走。
嘛玩意儿！我操！闭脸不要了是吧？真鸡巴！在嘛灵幻老城？我操！你也看这边怎么过吧。先走。都没子弹，拿子弹。刚才那发热熔打到他没反应。躺之后，点2000又回来了，怎么玩？然后现在告诉大家，我们加强了电脑伤害增加了10%呢，好多呢，对吧？然后。你自己看他打怪时的伤害，就打大怪最明显。哎呦，那个血条那个白，一丝儿一丝儿往上涨。主打一个一丝儿一丝儿往上涨，太牛了，都不是人跟干出来的事儿。接不接触不知道，反正够呛了。这需要2瓶血，给瓶血吧。好。妖界星的恩赐。真的，是你爸爸，赶紧的。控制住了这些探查攻击大队，目前是中继站那边正在遭受重创，那个指挥虫群的怪物很快就会到达这里。这倒是新鲜，没有装甲支援，得毁掉整座桥才能应付那种体型的目标。已经准备好了，卫兵，这是撤退命令吧？哦，目标不是那座桥，而是虫巢暴君，守住这个位置，直到泰伦重组指挥单位被处决。明白了，大人。原帝皇指引我们的激光枪为您提供支援。来了，做好准备，第八团，让帝皇的天使们看看我们的本事。上面又在桥上发起了一波冲锋。这边行，从桥上过来了。士兵倒下，我是协顺大地的正义风光。大卫背包充当完毕。
这个为什么没炸呢？我操，热熔都没给炸爆，什么玩意儿？我现在改的太垃圾了，真的，改的好多都太垃圾了。哎呦，太突司掌管请指示。好家伙。报告确认了副官的评估，敌方凝聚力没有受到任何影响，那个怪物还没死。我们言出必行，这个虚空诞生的巨兽死到临头了。太突司掌管请指示。真喘着气，那多新鲜！天使单凭指挥，啥都没有，我操！哎呦我操！操你哥，操你哥，是他妈的霰弹哥！你们打，你们打，我不是对手，我害怕。异形试图吞噬的世界，竟吞噬了他的尸体。看不出来有没有霰弹哥，直接打吧，打几下就知道了。全倒伏吗？没事儿一样，跟没事儿人一样。我操，你吃了一记重锤，这就跟玩那个数码宝贝，那个叫什么？那小眼镜叫嘛名字来了？给那一个重锤火花，然后重锤火花无效。这符合重锤火花设定，就是经常的无效。过来，你爸在这儿。哎呦我操，哥，我错了，哥。对，打，使劲打。
先打，多点几枪，多点几枪。召唤支援。操！怎么还是这东西？你的装备满意了，我不太满意，我操！点他一个后退，我直接点都点不着怪。所以说我打这么多次任务，人家一直用的都是这个爆弹枪，用的从来都不是这个叫什么热熔。也就是说，那个人就是在说谎。那个人的特战，比他锤哥打的血还多。哎呦，操！快打，快打！这个不行，这个可不行。你俩配合还挺好。哎，不敢大意。不敢大意，操！哎，我没摁，我操！躺一个，还牛逼！哎，不敢。不敢乱来，太你妈狠了都！这还得谢他刷的不错呢。你敢信啊？得谢他刷怪刷的不错，没刷很怪了，没东西。讲道理可以走了，因为有复活，这拿没有用。复活缺血嘛，对吧？那边不会刷血。激励剂不会刷。嗯。
符合认知，对，非常符合认知。整个装备，几乎本次。热熔，操，拿不拿无所谓，伤害有限，我操，对大怪现在伤害贼小。雄狮们，一起走。走。看看自己看费了多少血，还不如我枪法打一枪费血多。你们先打，我找到东西，三颗矿片可以。不如我枪反一枪打血多。现在热熔就这么牛逼，血减太厉害了，游戏做的不好，这个留着吧，关键时刻能留我一命，这没用。是啥？破片。哎，我是血泉大地的正义风暴。付出天使弹兵指挥。这我没办法呀，做好了准备，拉我一下，对，拉我一下。为我们的凶手恢复生命体征，治疗伤口，改正到我们的凶事情谊更加深厚。等待，还有一阵，他可太能打了。牛逼！
拉我一下。那小病伤害也挺高的，挠一下之后直接就没血了，直接躺地上，也不是闹着玩的，还不如刷大怪呢，刷近战刀斧虫应该是最简单的。到这儿。